我对前面担心，你连我拢叫倒来。我有先告过律师，律师已经为爸列为小弟的法律详细报告。安怎讲？因为照爸目前的状况来看，你连厝内底的人拢受袂起来，这真明显，爸你的判断力的降低，所以律师建议我，照平法的规定，要欢迎申请辅助宣告。 安尼才有法度防止爸和别人利用，做出出狂的判断甲决定。志信，无你是咧起笑信？就算讲恁爸爸伊搁较安怎无公平，恁嘛袂用诬告要甲恁爸爸惊法院啊！安尼等于是会互外口人知影讲恁爸爸伊的头壳有出问题，人会愈传愈歹听啦。时到咱国家民主都会尽扫落地安尼。妈。 我安尼做是为着你，小倩要过少伟伫咧争取应该得到的权益，保护咱国家。哥，我毋是已经讲过啊，我的部分会当互你，啊，阿公妈，我无需要你替我去争取什么。我也都是甲我讲啦，虽然讲我就会失去部分的记忆，啊，毋过我的判断能力，一个表达能力，拢还阁足清楚的。 毋是法律上规定迄款智能降低，所以为上，还是有效的。爸，你连甲你做伙生活三十几年，无惊拢袂记你了了，甲阮当作是生活人共款伫咧看，伫咧完全无感情的情形下做出的财产分配，你可讲完全拢无受到影响？哦，哈叔。 你坚持要安尼做，无安尼啦，我会当放弃我甲志明的部分，来换你收回这个决定，安尼会用的无？我嘛同款，我无需要钱，我干那希望你莫安尼伤害爸。俊生，我嘛感觉你安尼做收超过啊。好啊，我莫讲话。 我点点，点点。好啦，俊生，既然王爷怀疑讲伊愿意退让，那咱这件代志就到这煞，唔通甲恁爸相告，安尼才袂让外口人看笑话。嗯、妈，伊即摆讲甲遐尼好听，死狗伊若反悔，咱就完全拢无伊的法啦。虽然只有申请辅助宣告，才有法度防止别人来侵占咱国家财产。 哥，你是咧为爸设想，还是为你家己设想？你是要让大家认为爸是一个废，你才会甘愿哦？雷本，我问你。 这个囡仔，敢真正是我亲生的？